还是晚上拍钟楼比较漂亮一点。看一下此时此刻，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前面这里就是钟楼了。这会灯光还没有打开，估计待会儿天黑之后灯光全都打开了。现场感受一下，国庆假期的第二天，西安钟楼这里，现场这里全都是拍照的，尤其是对面那条马路，上面也有很多游客。我的天哪，你看看，那边还可以看到鼓楼，哇，这个角度望过去，鼓楼也很漂亮。这个观景台平时上面人不多啊，但是一到节假日，都会在上面打卡拍照的。这会灯光都已经打开了，现场这里已经被游客包围了，凡是能站的地方已经全部有人了。下面是钟鼓楼广场，我的天啊，你看看，人山人海啊，这里。幸亏这里建了一个钟鼓楼广场啊，要不然这么多人都没地儿休息。Thank you.